开始了。嗯。这有点，有偏浮吸。我要帮你针灸哦，吼，你放轻松哦，来放轻松。怎么样？嗯，哦，还好。晚上好了，好了，防沙布。嗯。然后大概不可以，然后大概放在这里，大概放这样，哦，然后我不可以摸摸看。嗯，我跟你讲，可能先不能用这种人工皮，要先用那个纱布，用纱布，因为这个人工皮。大概说用纱布可以。应该是先用纱布啦，先用纱布贴，因为它这个。伤口有破，还不能用这个人工皮。人工皮是已经愈合了才能用这个人工皮，就是这个先用纱布就好了，再用纱布贴，把它抽干。它现在有些渗出，有点这有，这有一点化脓感染 ，infection，a little infection 就是感染，对。这个嗯，就还好了，是没有伤口还没有到很大，没有很深嘛。对，但这个还必须用纱布就好了。这个怎么样？这个其实，这个的话，目前这是还好。其实这个还好，这还可以，这 OK， 这还可以。这个比较严重，这个有点渗出东西。对对对对，有点晃。对，这还好。伤口没那么容易。
哦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你怎么用这个？它这可能，哦，这个还好，这没关系。这有可能是一些退化的那个紫斑，老人紫斑。对，这个脚不好针。我们这个可以用纱布吗？这用纱布就好了，不要用人工皮的。
个伤口最早发现在什么时候？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啊。一开始是在我来之后才出现的。就是、不是，就是那个发现有紫斑症。所以紫斑症那个时候，你们今年最早什么时候发现有这个紫斑症的分布？上半年。之前都没有。之前。之前有是。我恐怕都会痛，这前面都发炎，然后痛。之前是以为是。之前紫斑。它有紫斑，但是没有，没有皮肤没有凹起来。江姐，你评估看看，其实我是有点想帮妈妈开一个中药药粉哦。它我们有个玉竹，然后可以加速那伤口的那个修复速度。好。对，它不过那个药天天帮我吃的，就玉竹。吃的。它是让伤口加伤口愈合速度。好啊。对对对，然后只是说，因为它这个伤口如果有到半年了嘛。没有，应该没有那么久哦。就像是，因为如果到半年，可能要好，可能想要有没有血糖问题。没有。他们血糖上冲液都还好。都。然后像他们这个紫色的地方，如果按摩的时候，可能就不要推太大力，因为他这个老年人紫斑有部分就是因为他那个皮炎比较高，所以他容易在你比较稍微力量大一点的地方，他去推动的时候，他可能皮下出血。伤口，然后它可能就组织会退化。对对对，因为它的愈合的速度没有像我们一般常人那么快，所以它就残留那个紫斑下来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这紫斑有可能？对，有可能是在比较大力，因为它皮都比较薄。对。对。就有看到这种紫斑，然后可能那个有可能，你那时候蛮认真的在推这个小腿，然后在缠，所以会这样推。不是，它还没有。还没有，就之前就这样子。就这样。而且它，感觉上是蛮经常性的。我觉得应该还是比较像是老人一般那个退化性紫斑症，就是一般老年人皮比较薄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，因为我其他的居家患者也有人出现这个，这种，只是妈妈你这个是有水泡的。就是看到水泡了才紧张。其实水泡只是说真皮层跟那个跟下面那个脂肪组织它脱离了，所以有些组织建议渗进去，它变成一个水泡的样子，变成这样子。你是说什么脱离？就是真皮层跟下面，因为它就是上面有表皮嘛，真皮，然后下面是脂肪组织在肌肉层嘛，它可能就是真皮那边脱离了，脱离之后它可能就是有些组织建议那个渗进去。没有，还好。不要。买了有一阵子时间，没有用了，所以它有点。你说撕了都会碎掉的。可以。它应该放在桌子上，但是那个桌子。
是全新的还没用过。哦，你放久了。对啊，放了一阵子，因为很久没有伤口了。哦。很久没有伤口。想要问你什么？不还好，因为它旁边的有长出粉红色的那个肉，我觉得是有在愈合，这中间那一块有点在感染了、啊。嗯，对，那旁边其实是有在愈合。我昨天才发现它是它状况不好，那因为以前它都平的嘛，干的，所以我说这不必处理的，可是。昨天我发现贴了一个纱布，我就问他为什么，我就把它撕开了，看到一个很相对大的伤口，那原来只是一个皮，那个水泡皮破了，那破了以后它是粘在上面的，所以是 OK 的，所以我没有去处理它，可是没想到我昨天看到的时候我吓一跳，他自己拿那个纱布给他擦上去，给他盖上去。我就跟他讲是不 OK 的，你需要用，要处理你要告诉我。他这样弄，我不知道他弄了多久了，他没有告诉我。应该说像用纱布是对的，不要用人工皮。嗯。不要用人工皮盖上去，因为人工皮是在伤口已经都没有渗出液的时候才用的。嗯。对对对。就是他没有那个溃烂的时候。没有，我昨天是想，我是什么时候弄的？我是今天早上才弄的，是想他要洗澡，洗澡我希望他是用那个防水的，所以我用防水的跟他弄。可是照理说防水的，洗完澡要马上换掉，可是我忘记了，那他也没有提醒我，那他也没有处理，就一直这样。像这个，今天晚上洗完澡，一定要再换一次。我在想今天晚上不给他洗了。我就不洗了。对对对。这伤口一定要一天换一次，等一下，调一下。我今天这只脚没有扎，我先改扎那只。等一下，你弄完了帮忙看一下，他这个原来说有那个，有凹凹凸凸的，现在有没有处理好？我知道，就那个结节。对，结节有没有好？上个礼拜一，上个礼拜二吧，我请了一个居家护理师来，他说，结节还在。我这个，就是现在因为马上现在皮比较薄，确实动要很轻了、很轻柔了，就。哎，我发现我自己也有结节。对啊，人都有这样，都会这样子。应该说跟之前结节比，这就一个，这个地方，可以看我像这种皮都已经在薄薄的，像这个根治疗都很，就很轻样子。我发现我自己也有结节。会啊。就是人的那个肌肉
我们肌肉的那个肌纤维就是一条一条嘛， uh-huh. 就像我们电线一样，电线有时候你没有整理，它就会打结哦。这边打一个结，就是要常常把它梳直。那为什么没有整理？我每天都在走路啊。我、哦、没有，有时候走路的姿势或什么的，它就形成另外一种打结，它可能在某地方用了比较多力量，这跟人的一些惯性的结构会有关系。可看起来是一粒一粒的呢。一粒一粒哦。嗯、我不懂为什么我也会有。就是那个脚，哦，对，因为这边这个脉就是跟之前有个比较不一样，就是它有一个，就我们自己中医来看，它就是比较像有，大部分都是感冒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的脉。那如果妈妈没有的话，我就不去想它是有别的地方或泌尿道感，应该没有泌尿，应该尿应该最近还好吧，尿尿颜色应该都还好吧，应该没有，应该没有啊，什么感染的，我们沉淀过。今天几个针啊？今天哦，一二三四四针，那只脚没有针。哦，对。这个手没针。我、哦、那手没别用，先不用。嗯、对。可是这个手是比较中风的手哎、欸。嗯，可是我今天主要针对可能有一个进行性的感染在针的问题。嗯、对对对。跟之前补养气血的那个针不一样，对。像我觉得这就算还干净了，这个就比较。